仪器体部主机底板、必波亭内在负压养生仪序列号、专利号、制造产地中国台湾、产品型号、电压值、公司网址、使用注意事项、全程时间设定键、仪器著作权商标、必波亭全球注册商标，真的只有一家，请消费者认明才有保障。仪器侧边使用安全注意事项贴纸，注意事项：使用前请务必详细阅读，且强烈建议不可拆除。仪器电源线，必波亭内在负压养生仪输入电压是按照全球通用标准供电 AC 110伏-240伏，而内部输出的电压是对人体相对安全的 DV12伏。气血循环杯分别有8号、10号、12号、15号各一对，每对罩杯上均附有一个气血循环器，它拥有陶瓷红外线功能，并结合偏心轮原理的振动马达，在1分钟内可达到7200次左右的高频振动，可做深层舒压按摩。循环座上的旋钮可调试按摩频率。串杯类似火罐杯，身体各部分位置都会用到此杯。长管硅胶材质制作而成，韧性强，作用是连接仪器上的吸气孔与三通调压阀，吸气的重要管道。短管硅胶材质制作而成，韧性强，是三通调压阀连接罩杯的重要管道。三通调压阀拥有专利的认证设计而成，主要以耐冲击材质作为构造核心，相当耐用。作用是依照用户个人耐受程度调节吸气力度，从0到10的调节。调压阀的两侧接口是用来与短管相连接的端口，调压阀的后端接口是与长管做连接的接口，而上方接头是密闭式的，不需要使用吸气放气的功能时，可将不需要使用的短管接上上方接头处，以便操作。 DC 线连接仪器的 DC 电源座与气血循环杯。车充 DC 线是将仪器使用的场合更加多元，在车上可以接上此接头，利用汽车本身的供电来启动仪器，行驶中驾驶者请勿自行操作使用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倒数计时显示器，每次使用将有以分钟为单位的倒数时间显示。律动负压键，律动的吸放按摩功能，在与人体接触在罩杯的范围内，能达到较规律的深层按摩运动。持续负压键可使用在较小的范围上或是特定的部位使用，尽可达到加强效果的负压养生原理。负离子产生键，负离子是空气中的维生素，能活化人体细胞，并且能使细胞含氧量增加，让人体氧气充足，对健康更有帮助。律动负压设定键，吸放时间以吸气3秒、放气1.5秒为操作频率基础，最多刻度为10秒，可因个人需求做同比例的调整。而吸气3秒、放气1.5秒是人体最舒适的时间频率。 DC 电源座提供输出电源至罩杯，使罩杯达到高频率振动的效果。吸气孔用来连接罩杯的吸气补气的装置，负离子产生完成后通过此处进入杯内。电源键一键启动电源，就此开始操作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向大家展示背部护理的基本操作方法。首先将仪器电源线接上插座，然后将长管一头接上仪器的吸气孔，另一头接上三通调压阀后方接口处，分别将两根短管一端接上三通调压阀的两侧接口，另一端接上串杯的进气孔。如果只用一个串杯，则将另一短管一端接在三通调压阀上密闭式的接头上，建议选择最大号串杯。操作20分钟后，可改接上适合的气血循环杯使用。使用气血循环杯时，也要将 DC 线接上，
如果使用串杯，则不需要插上 DC 线。检查每个连接处是否有拴紧，这样仪器就组装完成了。接下来，体验者平趴或端坐在床上，先将背部四周清洁擦拭干净，抹上滋养霜，再抹上精油，用量比例为1:1。先用滋养霜从背部上方往下方向四周大范围的涂抹均匀，再使用精油均匀涂抹，按下红色电源开关，将时间调至30分钟，将仪器上吸放时间设定钮调至吸气3放气1.5的频率，蓝色律动负压键、红色持续负压键同时开启，按下负离子产生键，调压阀强度随用户耐受力度一般在5到7之间，不超过8。使用串杯以一环扣一环的方式操作整个背部，每个串杯使用时间不超过2分钟，整体操作20分钟左右。换接上适合的气血循环杯，同样以一环扣一环的方式操作10分钟。注意，操作气血循环杯时，如果吸力太强时，可将红色持续负压键关闭。30分钟后，可让您的背部紧实肌肤，放松肌肉。这是因为罩杯内的负压可使局部毛细血管充血，刺激器官，增强细胞活力。远红外线代替传统针灸，产生温热刺激，使局部血管扩张，促进血液循环。高频振动代替按摩，可增强机体活力，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。同时在杯罩中注入大量空气维生素，也就是负离子，可起到活化细胞的作用。仪器停止后，关闭红色电源按钮，轻轻拉开气血循环杯上的安全泄气阀，气血循环杯将自动脱落。用纸巾将背部擦拭干净，再用精华液进行使用后的修护保养。护理结束以后，仪器的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清理气血循环杯时，切勿使用全棉毛巾，因为掉落的棉絮容易堵塞仪器。先拔掉 DC 线和短管，使用纤维毛巾沾上医用酒精或者温水擦拭罩杯，切记不可以用高温杀菌箱、紫外线杀菌箱或外力物腐蚀性的消毒工具对罩杯进行清洁保养。使用完毕后， DC 线上如沾有精油或霜类产品，清洁前需从仪器上拔除，再使用纤维毛巾沾取温水清洁擦拭。清洁完毕后，为避免因过度缠绕引起线路短路而减少使用寿命，请折叠收纳完善，将3通调压阀刻度调至0，或将旋钮转下来，放于高温开水中至少5分钟，再使用冷水清洗干净后放置于常温中晾干。长短管使用过后，用温水或医用酒精清洁管子内外，或者同样用纤维毛巾将外部做擦拭，再放置常温中晾干。到此，背部护理全部结束。每周3次，每次30分钟，保养胜于治疗，让自己做一个健康完美的女人。关爱女性健康是碧波婷一生的事业。经脉气血者，所以能决生死，触百病，调虚实，不可不通。经络不通，病生于不仁，治以按摩。延续中国千年传统，感受全新科技结晶，健康幸福生活从碧波婷开始。